你真正有确定刘佳瑶伫咧办公室啊？有啦，我探听过啊。唉，大主大家杨兄话掉，刚讲毋知要通报总公司是毋啦？唉，三太啊，刘佳瑶伊即摆有掠准讲哦，是杨氏物流的皇帝啦，做啥物代志哦，拢嘛先斩后奏，根本都无甲你看伫咧眼内啦。这文真是咧诬陷啊！哎，更是回伫咧公司安尼乌白来啊！这就表示哦，刘佳瑶有鬼啦。 伊只不过是代替文珍哦做伙代理的总经理，啊，伊也都还袂坐烧咧，就伫咧想空想胖。进前讲要转投资啦，啊，都还袂看到迄苹果报告咧，今仔就要换掉邮箱，那绝对有问题啦。嗯，杨氏物流逐个月邮资都要9000万啦。进前的邮箱公开介绍啊，拢是上接近成本的。即马这新的邮箱到底是有啥物款的本事，够有咱5%的优惠啊？ 所以哦，我唔才咧怀疑哦，伊一定输底下收空少，遐也无咱遮尔坚持要换掉。谢谢，你唔要用，要唔走来啊？啥？你阿哥敢会晓紧啦？你今日是开同学会哦，全世界来人拢来找你。莫甲讲啊，紧避起来啦！都会得命啦！啊，你办公桌啊。 别别别别哭啊！阿哥阿金，你哪样来？ 我问你，你奈无代无志要换油箱啊？哈，这是重要的代志，你奈当家己做决定，无先通报总公司知影。是啊，因为迄油箱都足好势啊，廖总讲，咱一定爱用迄油，所以，我互咱阿介绍，我毋才甲换掉。阿哥，我安尼做拢是咧替咱公司省钱呢。哦，你也对吼。 我咧讲话遮尔心虚哦，一定有问题啦。嗯，这文珍奈无接电话啊？文珍，阿姑，阿斌，您好。 啊！你哪会去伫遮？啊！恁两个是伫咧办公室耍你小吹是无？出来！唉，无方便呐。什么无方便呐？啊，不出来心。是恁叫我出来哦。嗯。唉。 我知影哦，这对来讲较刺激啦，无怪哦，你动袂了，你小可较冷静的吼。迄霸进前哦，都是中风啊，拢，那是倒落都无起来呢。啊，你袂加自病死哦，你也较细腻。你若无，你若家己共我咧倒落，啊，我着真心忍住啊。怎啊？啊！你，恁两个呀，啊，这是生什么体统啊？算个公司来啊！